格梅林艾 Artemisia gamelani 又称底蒿、俄罗斯蒿，是菊科蒿属的灌木，原产于中国、俄罗斯、日本等中亚地区。A gamelani 含有藜芦酸，这种植物的药用特性包括：一、抗发炎，艾蒿已被证明具有抗发炎特性，使其可用于治疗关节炎等发炎性疾病。格梅林艾 Artemisia gamelani 又称底蒿、俄罗斯蒿，是菊科蒿属的灌木。原产于中国、俄罗斯、日本等中亚地区。艾蒿含有藜芦酸，这种化合物已被证明具有抗发炎、抗氧化和抗菌特性。这种灌木在中医中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，包括发烧、咳嗽和消化系统疾病。